操，这有个篮筐，我靠！那边还有个大姐刚走过去，一看到篮筐啊，我手就痒痒，我就想投篮。哎呀，像我这种篮球爱好者，昨天在那个宿舍里，就是我们住的那个 Echo Hotel， 我还看了一下那个 NBA 总决赛，我没想到骑士竟然能投得这么准啊，三分球误的进。而且就是彻底击溃了勇士，但是这有点像回光返照啊，而且也说明了骑士啊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弱，他是进攻没打出来，防守防不住啊，这回呢干脆不防了，就靠进攻。这边的话你看这个小楼，哎，盖的都非常的漂亮，哎呀，哎呀，在瑞典能有一套房子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。我向那边走一走吧，看看那边的那个教堂去。这是一个小车站，哎呀，我太喜欢这个人文环境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才是这个人类适宜居住的这么一个城市，安静而祥和。